熟悉当中的风车衬单子。哎呦，一个地方风蛮大的。哎，风车呀。没几台风车啊，还是买羊烟头。今天呢，他来变成吃四宝粉。刚去洗的，法国米线上我也放下来了。不大好吃，黄秋吃才是脑嘞。A Z 之云第一次面具品尝，以淡出来而更重。哎，等等，你七八十岁的辰光弄出来，回首往事，一个上海啊，一个苏州啊，一个地方嘛，我总结一点，除脱往哪来的，没其他。我要一本正经牌子带个面具品尝，哎呦，那边又是啥点心去尝尝？谁公皮啊？大街上侪是吃面。你冇啊？你要是不用脱点铜的内裤，这个多少钱一块啊？你不懂啊 ？How much？ 5块。5块啊？5块，4是4。哎呦喂，侬这个英格兰是真家伙，相当于40块啊！你块皮哎。不得个，40块你穿它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穿它眼内裤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哪种时间嘛？我先。我们在旅游的辰光，每到一个景点，还要到不得了么子去，再发电变成光老师。到了风车公园，出资一个钟头四百公，乘至3个钟头汽车，比利时隧道带着。布鲁塞尔还是欧洲的隧道，啥个代理呢？欧盟的总部在布鲁塞尔。一门心思了想，今在夜里吃点啥？最高搿趟回来个地方，精神风光呢？一只不止啥个街道玩，红味是蛮红味，菜还有点菜，还五口。阿拉屋里向日脚介好过，我到搿搭来做啥？侪欧游啊！哎呀，人民币也老好呀。侬做8个钟头，人家只要做1个钟头。1个钟头不嗨啊？单子买过来侪懂个种南京。重要面啊，里通啊。哎，不管哪个，中国娘在嗨。哟，你哪一趟吃饭了龙堂？这个啥？这龙堂不错啊。犄角旮旯的美食。哎呦呦呦呦，阿拉吃饭一个地方到了。贵贵，那得连一个像不是脚头的了。他牛，边这个老师不是在哪？我外国来吃饭了。吃中国饭饭，五湖四海，三教九流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风雨兼程。哎呦，标配海鲜汤上来了啊！金汤瓜子，少鱼的人共吃一碗汤。哦，来一来，鱼香肉丝。那个闽南中国比湖北还吃，比披萨饼还吃。啊，这里是四季的一类两顿，来得通。一个人吃还有的，不说得通，随便哪行也有。菜上齐着啊，狼吞虎咽，饥不择食，细嚼慢咽。哎，带一种地方来开饭，中餐馆在卖饭，你吃出来个点牛丸轰进去，然后再点份炖上一个南京，你到那里旁边开饭大队员。